過啲人嘅，係所以係要話。
屯門區議會的議員究竟投了什麼票，講了什麼，這個是相當不可取。我們承諾，如果我們所有人是有幸當選，我們一起會改變這個現狀，令到區議會更加公開透明，讓大家可以監察。同時間，我們希望提升工業，可以製造當區就業，改善康復醫，增設醫院康復設施，增建街市和文康娛樂設施，取締屯門公園大媽，更加是不恰容緩的首項，恰不容緩的首項。最後，當然屯門人有兩個屯公的問題，一個就是屯門公園，另外一個就是屯門公路。我們希望屯門的交通問題一直是飽受，屯門的交通問題一直是令到屯門的居民飽受困擾。我們倡議增加區內的車位、理順巴士和輕鐵的路線，以及完善小巴的網絡。這個就是我們十一個人的共同政綱。屯門起步，屯門起步，區政革新，區政革新，屯門起步，屯門起步，區政革新，區政革新。我們就真的差不多了，看看有沒有各位傳媒有什麼即是博咪這樣的，想問一下是不是博咪，但我們先拍照，拍照的朋友先拍照，先拍照好不好？我們拍一張右手，拍一張右手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不可以另外一張左手，左手 OK 可以可以可以，一、二，我望呢度，唔該，我望呢度，唔該，一、二、三，嚟多張啦，好，唔該。是不是徐兆影？是不是徐兆影一張？煲底，屯門煲底徐兆影。是我的徐兆影。偷住我。我這裡，麻煩。這塊可以不用，這塊擺定了，因為見不到的了，擺定了，你擺定了， OK OK OK， 想問就是今次第一次引入確認書，你們十一個人會不會簽？我們十一個人已經是簽了我們的確認書，我們覺得確認書本身的內容其實是在提名表格裡面已經是有的，咁我哋就即係覺得啦，即係其實選舉呢一樣嘢係應該可以環保啲，就減少紙張浪費嘅。咁都一個既然嚇，選舉事務處選擇咁樣做，咁又唯有我哋就即係遵從翻啦，係嘛？嗰啲個自由。同埋想了解翻點解你會揀三聖處？我自己本人揀三聖，因為我即係自己搬咗入去三聖區裏面啦。同時間即係我都希望啦，即係三聖區有一個即係新嘅面容、新嘅改革、新嘅改變、新嘅面孔嘅人去服務翻三聖嘅居民。最近熱樓，以我所知，未知道究竟你剛才所說的那位人士會不會是即考慮參選？我暫時不過，有咩問？冇，我冇諗過啦，冇。多謝你，唔該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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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住你哋咪就去啦。係，九點先開，九點先開門。成萬人走，成萬人走，係照下夢先啦。辛苦曬，辛苦曬，辛苦曬，真係早啊！辛苦曬咁早入嚟，辛苦曬。Thank you， 咁樣行啦，咁樣有啲入去，咁樣影啲入去，咁樣入下去，現場就唔使就實體 OK， 使就講咩你，不如就入好先咯，戴罩，繼續戴罩。
叫冇啫。